揭秘，林彪的四野十二个军各军长、政委、参谋长都有谁？林彪的四野十二个军各军长、政委、参谋长都有谁？一、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，政治委员罗顺初，参谋长刘希元，麾下第一一八师由原第七师改称师长邓岳，第一一九师由原第八师改称师长宁贤文，政治委员刘光涛，第一二零师由原第九师改称师长郑固林，政治委员李改，第一三五师师长管松涛梁树元，政治委员蔡炳陈马立志。二、第四十五军军长黄永胜陈伯钧，政治委员邱会作，参谋长黄虎杰，麾下第一三三师由第二十二师改称师长张万春，政治委员谢明，第一三四师由原第二十三师改称师长钟明标区古显，政治委员谢家祥，第一三五师由原第二十四师改称师长丁胜，政治委员为组真壮族，第一五八师由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师改称师长李道之，政治委员王小生。三、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，政治委员李忠全，副军长杨梅生，参谋长彭寿生，麾下有第一三六师由第二十五师改称师长曾优雅，政治委员徐光华，第一三七师由第二十六师改称师长萧全夫，政治委员李振生，第一三八师由第二十七师改称师长任昌辉，政治委员王文，第一五九师由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改称师长陈宗坤，副政治委员曾凡友。四、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，梁新楚，后政治委员梁毕业，参谋长曹李怀，江拥辉，麾下有第一一一二师由第一师改称师长江拥辉，杨大义，政治委员黄玉坤，第一一三师由第二师改称师长唐青山，政治委员李行，第一一四师由第三师改称师长刘贤全，政治委员方国南，第一五一师由独立第十师改称师长赵东环，曹灿章，政治委员蔡明。五、第四十七军军长两星初，曹李怀，后政治委员周赤平，参谋长黄伟华，政治部主任李基，麾下有第一三九师由第二十八师改称师长贺庆基，政治委员燕福生，第一四零师由第二十九师改称师长刘传莲，刘子云，政治委员陈发红，第一四一师由第三十师改称代理师长叶建敏，政治委员张百春，第一六零师1949年三月由东北军区整训第一师改编师长朱子修，政治委员李喜，彭青云。六、第四十九军军长中委政治委员袁生平，徐宾州，副参谋长王抗，麾下有第一四五师由第三十四师改称师长温玉成，沈启贤，政治委员谭友林，陈德，第一四六师由第三十四师改称师长王奎先，政治委员厉载山，第一四七师由第三十六师改称师长沈启贤，郑桂清，政治委员王建中，第一六二师由东北军区土产第十三师改称师长张万春，王兆湘，政治委员陈德，徐明。七、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，政治委员吴法宪，吴信全，后麾下有第一一五师由第四师改称师长王良泰，政治委员李世安，第一一六师由第五师改称师长吴国章，政治委员石英，第一一七师由第六师改称政治委员李少元，第一五二师由东北军区土产第七师改称师长罗华生，政治委员邱子明。八、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，政治委员莫文华，欧阳文，后第一二一师由第十兼顾耐用改称师长蔡振国，左叶，政治委员李炳立，第一二二师由第十一师改称
师长田文阳，政治委员吴宝山。第一二三师由第十二师改称，师长江谢元，政治委员张秀川。第一五四师由东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改称，师长左叶罗艳秋，政治委员曹传赞。九第四十二军军长万一吴坠林，后政治委员刘兴元。第一二四师由第十三师改称，师长徐国富，代理师长狄义东，政治委员丁国玉。第一二五师由第十四师改称，师长彭荣飞，政治委员韩文邦。第一三六师由东北军区独立第九师改称，师长廖促福，政治委员钟民。十第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，李作鹏，后政治委员乃传朱张石明，后第一二七师由第十六师改称，师长李作鹏，王东宝，政治委员刘锦平。第一二八师由第十七师改称，师长黄荣海，政治委员宋维世。第一二九师由第十八师改称，师长严杰三，政治委员孙正。第一五六师1949年下调归江西军区，师长邓克明，政治委员钟仁仿处世封。十一第四十四军军长邓华，方强，后政治委员吴富善，参谋长高体干，黄忠诚。第一三零师由第十九师改称，师长徐少花，邓董哲，政治委员邓东哲，姚国民。第一三一师由第二十师改称，师长刘树康，刘永元，政治委员刘永元，罗九荣。第一三二师由第二十一师改称，师长李化民，徐少花，政治委员朱民钦。第一五七师1949年六月调归江西军区，师长曾敬凡，代政治委员于英川。十二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，政治委员陈仁林，参谋长。第一四二师由第三十二师改称，师长欧志富，政治委员谢唐仲。第一四三师由第三十二师改称，师长李光辉，张光法，政治委员刘禄长。第一六一师1949年六月调归江西军区，师长韩梅村，政治委员钟辉。